主料普通面等200克，辅料胡萝卜2个，糖40克，干酵母4克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胡萝卜榨汁，倒入糖和酵母拌均，加入面粉，用筷子搅拌成棉絮状，合成面团，包上保鲜膜发酵一个小时左右。我是做早饭的，晚上和好面团放冰箱冷藏发酵。包好的面团，面团排气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小剂子，滚圆，用剪刀剪出小刺猬的刺，巧克力豆当眼睛，一个小刺猬就完成了。都完成后放锅里醒发15分钟后开火蒸，大火蒸15分钟就好了，巧克力豆都有点融化了。烹饪技巧，刚蒸好不要揭盖，要焖5分钟后再开盖，那样面包才不会回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